上演。台北市有一家服饰店被偷了价值10000多块的包包，这店长气不过，调出了监视器，结果发现啊，偷东西的竟然是个短裙辣妹，而且手法很熟练。店家幽默地配上了电影《不可能任务》的配乐，剪成了一段趣味短片，希望提醒同业不要再受害了。